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妹妹林夕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天雅安娜。Hello。我们玩化妆的游戏，哦，又是来了化妆游戏。艾丽儿，这一次是艾丽儿跟公主，还蛮漂亮的，红色头发的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红色头发。好哦，它有三关。第一关竟然是艾丽儿跟她的王子穿着那个潜水服去潜水的样子，他们什么时候需要泳镜我都不知道。下一个，我会用双眼镜。好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泳镜。我这个眼镜会坏掉。还有什么？眼镜会坏掉，这个啊，好的，要这样眼镜才会，它不会。那男生呢？男生需要什么？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这个。泳衣呢？有黑色系列跟紫色系列的。男生的泳衣呢？哦，王子的肌肉好棒。好，那鞋子呢？鞋子，你用这个。这个吗？好，男生的鞋子，这个吗？好，情侣泳装潜水服，其实我不记得艾丽儿她应该不需要泳镜跟蛙鞋才对。嗯、OK。眼镜会坏掉，好吗？王子说：“艾丽儿，希望你嫁给我 ，Marry me， 艾丽儿。”用小丑鱼涂出来的英文字。不会写。Marry。艾丽儿，最后一个是艾丽儿的意思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下一步。哦，王子的那个求婚戒指竟然是一个钻石耶，艾丽儿说 yes。第二个，换艾丽儿结婚的样子，换妹妹。下一步，好啦，既然艾丽儿要结婚的话，她是不是要准备穿婚礼的衣服呢？那她的发型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我先试试看。先试这个啊？不要，我要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好酷哦！那衣服呢？嗯，这个。金色的。就好了，这个。金色不是被白色的。那礼服呢？哇，这是贝尔的吧？他怎么偷贝尔的衣服来用？我要贝尔。好，这是鞋子的部分，有点看不到，但是其实应该是很漂亮。我看到了，我要这个。那皇冠呢？他的发饰有好多哦。这个耳环，耳环要哪一个？耳环。这个。耳环嘞？还有项链。项链，耳环嘞？我先选项链这个。这个吗？啊，是白色。啊。白色的耳环。这个都是好像都是。最后再来是手套。我想下这个。这个，这有点像艾莎的手套。鞋子有啦，最后一个哇，是那个婚纱的样式，头纱的样式，这个吗？这个。这个，这比较有，这个是比较长。啊，全部都弄好了。下一个，姐姐，你的王子，换姐姐了。新娘的弄好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换王子的呢？对，换王子，帅哥。帅哥。我先用脸蛋，大帅哥，脸蛋，脸轻人可以省嘞。哈哈。哇。阿克的头发，这是阿克的头发。阿克的头发就可以了。太可怕了！有男生的皇冠还是？啊，这样子就可以。哎，为什么要这个？当然要捧花准备好啊。这个好了。好。衣服。衣服先好了，要不然这样等下感冒。对。
好，这个1 2 3 4 5 6 7 8 9 10可以的。鞋子呢？1 2 3 4 5 6 7 8 9 10可以的。它比较沉重。这个吗？它比较沉重。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扣子。扣子，扣子，这样就压到鞋子里面，然后就软了。好了，完成了。艾丽儿跟王子他们在床上的那个婚礼的布置就是这样子咯，很漂亮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说什么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